睇睇個指數，雖然咁啊上上落落好淡增持，而家指數最新又上翻嚟咧，升到十零廿點噶。恆指咁而家最新咧做緊咧，大概係26,488點，升到19點。指成交比較多啲嘅股份都要同大家跟進下啦。排頭位嘅咁啊，就係都要睇翻咧，就係有新洲啊。今日亦都一啲配股上咗板，不過跌幅咧少咗喎。咁啊喺102蚊咧，略略上翻嚟。而家最新咧做緊104.2，跌幅咧有3.7%。騰訊偏軟跌8毫，報337.6。友邦咧跌幅挨近1%，報75.75。信宇升少咗好多啊，今日做過52周高位之後咧，而家咧就已經係即係抵消翻個升幅啊，做緊120.6蚊，升4毫。建行升3仙，最新系报5.99。另外其他啦，就系成交都比较多嘅，有平保跌2毫子，盈富基金升5仙，中移动跌3.5毫，瑞星科技咧咁啊就系先高后低啊，而家回紧咧2%落嚟，报45.95。中芯国际咧就升到2%，而家做紧10.82元。又要同 Michael 咧，就系睇下市场嘅即系一啲嘅焦点啊！我想睇睇咧，就系个三桶油啊，应该即系点做好咧？原先咁啊，大家即系都炒紧啦，嗰个石油嘅即系供应，可能突然之间咧就紧张咗，油价飙升，咁啊可以即系有利三桶油嘅表现啦。尤其是即系857啊嘛，即系啲蟹货咁多嘅，起码都叫松咗绑啦。啊，个个都话即系等8574.5啦，咁啊即系就会走噶啦。咁但系就系争啲，就系真系上唔到，连油价冲得最高嗰日咧，都系上唔翻。咁而家咧就係油市方面，其實都叫做即係略為穩定翻啲落嚟啦。咁啊，即係嗰啲嘅受襲嘅石油設施應該可以咧，就係比起預期啊快恢復到咧，就係個石油產量回復翻咯。咁油價短線仲邊有即係可以咁厲害嘅大升啊？所以大家咪要諗諗啦。即係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啲油股都係彈翻一現個升勢，咁同埋即係其實咁配合，同埋美國方面其實調翻轉頭，而家自己都有嗰個石油嘅儲備，其實即係可以禁制去釋放翻。最重要呢樣嘢就係而家個經濟咧進一步放緩啦，即係如果唔係你話啲地緣政治方面嗰個因素嚟講啦，其實你話嗰個油價，我諗即係要扯翻高，其實某個程度又未必咁容易，同埋當然亦都睇翻油組方面嚟講，有時可能佢哋減產嗰個積極程度咁亦都唔係一定話咁強，但係即係始終嗰個吸引嗰個推動唔係話太高，咁其實如果某程度如果真係要睇，其實都好簡單，你鎖定得883，其實最容易捕捉個油價嗰個嘅上落。你見佢都係即係如果你話近期嚟講啦，唔都係由8月中下旬啦，即係出現一個鯉魚翻身嚇，即係由差唔多講緊接近10.5樓上嗰啲位啊，即係個油價一彈咁可以平添白去翻之前13蚊嗰啲位，即係佢有嗰、那個。彈力夠充沛嚇，即係真係亦都易去捕捉咯。反而你話中石油，我一路都麻麻地中意嘅，因為佢啊某個程度綜合性比較上強啦。咁有時你個油價向上，咁佢唔一定跟得足。咁反而佢又比較上，你當係一個綜合嘅石油嘅項目發展啊，佢又有燃氣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項目啊，即係上中下游都有。咁所以變咗佢個緊要程度就唔係太高。咁當然咧，頭先如果你又睇翻睇，都有少可惜嘅，即係又係講緊掂咗4.5呢位彈翻現，但我諗嗰啲位係貨，真係一啲摘咗好耐貨嘅朋友，可能係趁呢個機會係諗去減持，而唔係話調翻轉頭，即係呢位仲係咪一個好值得追捧嘅位置？似乎都唔係咯。同埋你如果睇翻近期個相對強弱指數又落翻嚟啦，咁又係本來都唔差㗎，我諗即係都好一段時間，起碼即係講緊如果近呢半年啦嚇，你話 RSI 未去過80樓上，甚至乎我諗到底睇翻，即係都係咧，即係一段時間都個 RSI 未去到80樓上，近期係好難得可以試過兩次上翻去，咁但係又後勁不計，近期如果又再跌翻穿條十天線樓下，咁嗰個走向又變咗轉翻弱，所以都係難捕捉咯。你個 trend 始終個趨勢，即係你個走勢。有時就可以捕捉到，但係個趨勢始終唔係一個強勢，同埋即係大家覺得個周期性唔係一個好賺錢個項目咯嚇。始終咧就係睇翻，即係話如果係個油嘅價格咧，都係好即係要睇個供求噶嘛。不嬲都係講緊咧，就係供過於求嘅，即係啲油組國都要去即係履行佢哋嘅減產協議嘅時候，咁沙特雖然即係冇咗好大部分啦，咁但係對佢哋國家嘅收入就好大影響啦。但係其他嘅即係成員國啊，或者產油國咧，反而可能即係可以略為提高翻啲喎。咁啊，即係拉上補下嘅話，對於整個嘅油市咧，大家就話唔使即係好似想象中咁悲觀嘅油股咁啊，未必可以咧即係再有一個大升嘅空間啦。不過想問下 Michael 啦，其他即係同能源相關嘅
嘅股份，有冇話邊一啲板塊咧，反而即係嚟緊可以有機會咧，就係炒到上去咧？我如果睇資源咧，我自己就比較上中意呢個燃氣啊，同埋金礦股。不過補充翻啊，如果你話有咧，唯一我諗值得留意咧，就係啲油服啊，即係2883就叫做稍為市正啲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又係講緊以個板塊嚟講，我始終都係中意頭先講燃氣啦。咁因為始終講緊而家以氣代煤呢樣嘢，嗰個需求咧仲係繼續持續㗎啦。咁同埋而家講緊自從即係講緊內地公布，即係三桶油要放棄咗佢哋即係話以往控制嗰個上游嗰個定價權之外，成立一個管網嘅公司啦。咁變咗亦都有利翻主力，而家大家見到版面重視下游啲燃氣股嚟講啦，咁變咗攞嗰個氣源方面嚟講，第一就唔使咁頻搏，一定要喺出面買或者係受制於俾個即係有時譬如中石油啊、中海油呢啲嘅公司控制住嗰個價格啦。咁同埋喺嗰個推動方面嚟講啦，咁我諗始終而家嗰個供氣方面，無論係工業用啊或者係即係居民用嗰個燃氣嚟講啦，咁變咗個需求都有增無減，同埋定價方面啦，咁佢哋都經歷過之前一個市場好擔心，或者覺得對佢哋啊，會唔會係削弱咗毛利嗰個所謂黑暗期啦？而家都叫過咗咯，咁而家都係觸摸到而家佢哋向上定價嗰個 cap 嚟講啦。尤其是始終如果係居民用嘅，可能就會定得比較緊啲。但如果你話係俾商業啊或者其他嘅用途嚟講，其實都有一定嗰個空間喺度。咁都係講規模效益取勝同埋個滲透率取勝咯。所以你會見到除咗新耗能源近期如果冇記錯有啲股東減持嘅情況之後，咁其實幾隻啲燃氣股嚟講，其實跟呢幾個月啦或者嗰個跟個趨勢，跟個市反彈啊，咁佢哋相對嚟講都係跑贏好多嘅資源股咯，個組別嚟講。咁啊，睇下咧，就係可唔可以有一個嘅持久戰啦，繼續跑贏咧？咁啊，因為都要跑埋咧最後一季先至得嘅。睇翻啲燃氣相關股份啦，咁啊，今日咧就係普遍都向下嘅，始終因為咧就係大市嗰個嘅走勢都唔係幾明朗啊。不過中國燃氣咧暫時仲頂得住啊，升到有5仙嘅報$30.25，其余几只咧都跌紧咧大概1%，包括咗有昆仑能源，最新做紧$7.01，华润燃气跌紧4毫子，报38.9，新奥能源咧最新报82.75，跌紧咧1.25。啊，转头翻嚟咧又要睇下其他就系唔同嘅投资主题啦。交易时段专家坐镇，一同研究金股会部署，深入浅出，轻松掌握入市策略。致富通逢港股交易时段内播出。